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工作。这份工作是位于千叶县，贩卖。这份工作的主要内容呢是化妆品的管理、物流，还有网络贩卖。工作的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，月给呢是20万到25万。如果你只会说英语也是没问题。日本语要求的话是日常会话即可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每天都有超过40家企业的面试会和说明会。每周一、三、五是11点，面试会是2点，二、四、六日是1点，面试会是4点。如果你需要一份工作，请来这里吧。